奖励你那个吃一些那个肠子，香肠。乔乔，这边看，好好吃饭了吗？好吃，那个鸡蛋下去。他其实是饿了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有时候不容易喂，他那个我让他坐在那个座位上，给他放一点那个叫什么？那个 cereal 他就自己吃了，然后又放了一个 cheese， 他大概吃了半个 cheese， 知道吗？又吃了一个鸡蛋，挺能吃的，他就是饿了。